下面请您欣赏小时候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，掌声有请。头一场就是您喊的吧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，哈。回到家乡演出啊，哈尔滨呢，心里特别的开心高兴啊，真的啊，这是在家乡啊，这是大剧场第一个相声专场，哎，鹤伦的第一个专场，来了这么多的朋友，都是捧场来的，是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啊。其实有朋友啊可能是认识我们哦，我相信也有朋友啊人是第一次来听德云社的相声，那肯定有啊，哎，对我们并不是很熟悉啊，哈哈。啊，人说就熟悉您姨奶奶，哪个？不是，我说这就他坐着好看。不是，我说哪个？我们都来不了这个。我说哪个人？哪个人说的？坐，站起来！第六排的胖子，你上来！你上来！我都多大了还玩游戏呀、啊？看什么？咱都成年人，别玩这上上下下的游戏。来到哈尔滨，我特开心。你看，行了、啊，海底下全是捧哏的。你下去。啊！上来，你上来，哎，我一个人说不了单口，来，小宝贝儿，没想到，哎，你看，你看他没有脖子，没有腰，上来挺快啊，废话了，还能没腿吗？啊，不小心啊，郎老师刚才我本来想拽他的。但是没想到我居然推了他一下，我突然想起一个电影的经典台词，什么呀？鬼才想下去呢。没有办法，毕竟来到这儿了嘛，哈，怎么能让你好过呢？哎哎，他把我喝出去了，我地头，这一片我说了算。什么？这嘎子我说了算？你也不问问我们这些吃姜的朋友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没事老说了算干嘛呀？不明白，不是能懂东北方言能理解吗？我们也知道点，没事说了算。我说了算，这社会方方面面这一块，他不光说了算，他还吃方便面，你看看，哪有方便面呢？这不您刚说的吗？方方便面，方便面我就吃一块。你看东北方言是一点都不会吗？东北方言怎么了？东北方言，哎呀，好家伙了、啊、来到东北你得会点东北方言，要不怎么跟我们老乡交流啊？这都得这么说，咋唠嗑啊？哦，唠嗑就聊天呗，是吧？哎呦，还真知道点。哎，我就知道那么一音。谢谢。哎，考你个啊。什么呀？东北的条嘎子。条嘎的不就小时候你爹削你那玩意儿吗？这我们北京也有。你说的不太准确啊，是我妈削我的。我不是你爹没抢过你妈？我爹削我都是大嘴巴子。啊，大嘴巴子应该叫呼是吧？呼你个大嘴巴子。哎，来一别的啊。还有啊，听这个啊。夏无鹏。挺快啊！我没听清，您再来一遍。夏无鹏，夏无鹏，哟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你看，你个仓库，听着没有？仓房。哎，现在好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吧？夏无鹏，外屋地，外屋地，碗架子。
不，碗架子这我们应该知道，就是搁碗、搁盘儿什么的那个。改，东北方言八级考试啊，味豆螺。味豆螺，哎呦，嘿，味豆螺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水大家还有知道的哦，水桶就是这个水桶越来越尖儿，哎，哦，哎，下面是个尖儿，就是跟那普通的不一样，它底下是锥形的，对，哦，叫味斗螺。来，九级的啊，考一九级的，观众都不知道的，抗琴，哎呦，不知道，你们这，哦，炕上的柜子，对，炕上跪着，就抗琴，好，这秦朝招你们惹你们了，这。啊，抗琴，抗琴，嗯，猫楼，厕所吧，行哎，因为我们那叫茅房，啊，道奇驴是吧？道奇驴不是岗田吗？对呀，可还蒙我呢，冬天里边还能烧火的那种，啊，对，哎，苞米杆子。苞米杆子老玉米吗？什么叫老玉米？老玉米是它的是它的果实。哦，那就是老玉米棒是吧？嘎啦哈，这我知道，耍着玩的那个关节，啊，我们也玩这个，还难不住他了啊。啥？布拉吉是啥呀？布拉吉。哦。兄弟，你也有不知道的地方。哎，我离家很多年了。别哭，这是我走之后的方言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连衣裙儿，布拉吉，哦，布拉吉，哦，喊话叫 bra 是吧？布拉吉吗？布拉吉跟 bra 不一样，您那个尺寸有点省材料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布拉吉是啥，我猜的，反正就可能是小小的衣服。人都说连衣裙了，您这还 bra？ 我好，行，拉倒吧哈。是东北方言来说，你多少到点你得会点啊，学习学习，对不对？啊，要不然你没法跟人唠嗑，你马长枪破马张飞，埋了骨胎的，你不怎么办呢？也是，也不能一天二唠，阳了二正的。你别跟我俩说话破马张飞的，你看你到台上就呜呜喧喧的。别给我这巴拉科基的，你怎么着？你还得水当尿裤的呀？不是怎么的？你什么时候学查的这个东北字典啊？东北方言咱也会点皮儿片的，这像样是吧？我有时候我也玩山啪去，整的还行，不错啊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大黄也会这么多东北方言。嗯，你没发现东北方言特别的霸气吗？确实说话挺梗的。真的，东北方言多霸气啊！啊，就是一般这句话，你瞅啥呀？嗯，你看这霸气的回应，这是官方回复哈。对，官方回复，你瞅啥呀？我瞅你咋的呀？跟谁俩的呀？不是，怎么还得有这种形体语言是吧？不是，这是一般人。一般人都瞅你咋的，气势摆出来。那真正的人瞅你瞅啥呀？那边瞅你咋的呀？就没有第三句了。为什么呀？当五分钟之后，一个人就住院了。哦，真动手了。那你看，就简单简单。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到这块，别人问你瞅啥呀，千万别说瞅你咋的。那我就别说话。你也别说话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教你啊。说什么？别人说你瞅啥，你就说我瞅你像我爸爸。表情不能输给他。我瞅你像他爸爸。来了，大哥。啊，可能不在这边。别闹了，我外怎么都没怎么你老给我套路里边呢？这不是我的主场吗？谁主场心里还没数吗？确实啊，我就是简单跟你普及两句东北方言，确实挺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东北就是，比如说你要是换成
别的地方方言我觉得没有东北方言霸气。是、啊、到南方比方说一句话吧，啊，哪句啊？南方说啊，少说话，再说我把你头敲碎。不，这个也挺狠的呀，在我们东北就比较霸气了。东北人怎么说呀？别污了，再污脑瓜给你削放屁的。你看这显得多霸气呀、啊，头敲碎，很苍白。削放屁，那不就是迷路了吗？什么迷路了？屁呀、啊！屁迷路了，从这儿出来呀？多新鲜呢！你这还能削放屁？就是教你东北话的霸气啊，对不对？对东北我的感情特别的深，嗯、东北的火炕。哎，真的，我本是八零后，而今三十多呀，唱睡的是东北炕，用的是四方桌啊、哦、大小吃母乳牛奶我都没见过。哎，这个神态呀、啊、哎，你看打小睡的都是土炕。哦，东北火炕啊，火炕那暖和那个。对了、啊、暖和。哦，暖和，东北话，对，叫暖和。暖和、哎、上炕。对，我们一般来家里来且了，快上炕头，炕头暖和。哦，那烧的热乎。对了，你看到你们北京行吗？北京怎么了？北京都是床啊。嗯，不能这么热情吧。家里来客人了，快快快上床来。哎，别快呀，快床头暖和，暖和。我们一般都是坐椅子，坐椅子。现在没有我们这个热情，哎，是对不对？哎呀，后来那个韩国人要把火炕申遗，这事儿不知道大伙儿听说没有？把火炕申遗成他们的了。对了，火炕要成他们的，那乡村爱情是不是得叫韩剧呀？啊，那都是整容失败的拍的，那是。所以说，对东北来说，东北的可爱的动物知道吗？什么动物？东北虎。啊、哦，傻狍子。哦，东北虎，那这国家保护级动物。对了，最开始东北可爱的动物就是傻狍子，棒打狍子，瓢舀鱼啊，野鸡飞进饭锅里。呀，要说你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虫啊，哪有这句话呀？还真行啊！哎，这我也知道。过去来说是那个年代啊，你看一咬一瓢就能咬上鱼来，嗯，现在可能鱼少了，是啊，鱼可能天气太热，是吧？不爱出来，狍子也少了，鱼香。以前都是打狍子上山打猎，那个年代还允许有这个枪的时候呢。早年间了啊，早年间上打猎，狍子你要打不着它没关系，怎么？狍子特别的傻，怎么傻？对，你烫一枪没打着，狍子嗯，什么声音？嗯，他会往你这走过来，刚才。是你打的我吗？啊？问你大大眼睛，是你打的我吗？哎呀，你说是啊，躺再打死了就是了。这是确认后的眼神呢。就是他是比较单纯，嗯，啊，就是忘性也大，好奇心强，这么个傻狍子。对了，东北代表动物东北虎。嗯，那是刚才您说了一句，霸气十足。那是。你要遇见东北虎，我怎么着？哎，好，那你可能够呛能活着回去了。干嘛可能啊？绝对够呛，这样就得跑啊！跑，你能跑过东北虎吗？你能跑过他吗？他四条腿，大黄虽然你也四条，哎哎哎，但是毕竟你前腿短呢。不是我前腿，我还是一摘尾的，是怎么了？对对，你俩前腿你短吗？你跑不过东北虎吧？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第一就不能跑，不跑。对你跑，证明东北虎以为你怕他，他肯定先追你，你别跑，定住了。哦，眼神别跟他错眼神啊，知道吗？你但是你眼神，真说你要跟他对视了，那就是别错开，你要不看他眼神，你就躲着点，对不对？只因为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。我就成他的食物了。哎，你要看他，行了，别动，眼神死死的盯住他，别眨眼。你这，哎，这样的话，哎，跟东北虎啊对视五分钟、啊，怎么样？也许你就会死得很有尊严。对，那我还是没了呀。那必然那是。那不像话了，赶紧跑。还跑的，你就跑，不等着，跑也跑不了啊。这东北来说，现在都看不到了。对，对不对？都在动物园里边，哎，那个差不多了。东北虎那公园，哎，东北的动物啊，东北的方言语言、嗯、来到这儿来说特别的亲切啊啊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、嗯、对大的有满山遍野，对，在那青山绿水旁、
门前两座大白杨，齐整整的篱笆院儿，一间小草房啊，哎哎哎呦哎呦。你也来东北住过哈、啊？我也怕消防屁了。老有这个，其实他是北京孩子，北京的。对了，北京孩子来说，你看他这么方言就比较有特色了，说话懒。哎，这是特点。对，说话懒，永远是那个尾音啊，就是不爱说出来，就老有那个。不是，懒不等于喝多了，您知道？他说话就吃字儿啊啊，吃嘛去？你说你干什么去啊？你干什么去？啊，咱们你干什么去？咱东北你干啥去？他们这嘛呀？你干两个字都不爱说。对对，不爱提你干。不是，我们就是省字儿。对你这嘛去啊？就这样的，吃了吗？都这样的，嘿，走颠儿了，就做这老方言，颠儿了啊，儿化音居多。为什么东北京啊？不知道各位去没去过？有个地方叫大栅栏，哈哈哈哈啊，北京人叫大烂儿，对啊，大烂儿，哈家不是大烂儿啊，大栅栏。你这北京南七环的口音，这是？北京哪有南七环呢？哎呦，你老乡来了啊！你说有就有。哎，到东北还真不敢谈杠啊！我这人就是随和，这入乡随和嘛。嗯，随和呀，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态度。嗯，到这儿来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俩关系很好。是。到北京来说，这些年了，嗯，哎，去北京很多年了，十多年了，可不嘛？关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您听听，您先等会儿，这不像话。人家都是议论上了，青梅竹马说的是一男一女，那咱俩算青梅的交情。您就不觉得酸吗？大青梅呀、啊，那大小也是青梅呀、啊，忒酸了。那咱俩算竹马的交情，好嘛，那是俩王八，不是俩蛤蟆，这是。不知道你们家传的什么呀？这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蛤蟆成王都叫祖马？哎呦，好家伙，王八土豆，土土土土，真别说，我还真看见了。你要不你就下去，要不就哪头？你哪头的？我说我们都要你哪波的？哦，哪波？我们说哪头啊？不一样。不是，咱别开车啊！别开车就，他们都是坐着高铁来的。就是说哪边儿？哪边吧？对，哪？哎，你哪头？嗯，这就好多了。就是强化一下，不聊这个了啊！不聊了。是不是咱都忘了这节目叫什么名了？都。谁说的呀？啊，跟在这儿来说，就简单跟观众人聊聊天儿、嗯，跟你也聊聊天儿。我跟我说说，都不是外人嘛，普及普及。来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。对，这种时候没有啊，到我这儿别搓两辈儿，都是咱的亲人嘛。那不假，交情好是两个人可以说是就是发小，他们都发小吧。撒尿和泥可以。对了，撒那是我撒尿，他和泥。哎，我呀，自己还做一面膜。还走你？哎，你行了，脏不脏啊？谁拿那个做面膜啊？多少年的交情了？年头不浅。现在呀、啊，每天也探讨业务，一聊聊到好几点，都是工作，可以说是促胸长谈。你啊，促心长谈不是？随胸所欲吧？随心所欲，推胸致富的吗？我就说今天我说话省事儿。来来来，要不上来咱群口推心置腹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咱应该比较内在的呀。是啊，您说的太外在了，交情在这儿呢。哎，大伙儿不太了解他，我了解他。是啊。对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俩一聊都聊什么呀？聊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将来你干的啥呀？都这样问他。嗯，但是主要是还是岁数大了就爱怀旧，上岁数聊了小时候，对对吧？小时候那时候总就是小时候总是好奇的问呢，
啊，妈，我哪来的呀？都这么问过，对不对啊？你垃圾桶捡的，嗯，啊，你充话费送的，哦，我跟隔壁老王借了一宿，嗯，啊，那就不打算还回去了吗？把你借，到时候你就还回去了，这太开玩笑了，这个都那样吗，嗯？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妈就说我，你垃圾桶捡来的，真这么说啊？我妈还带我，你看看，有一生气吗？啊，指着垃圾桶，这就你妈。还真带你去了，他生气的，他这样，这就你妈知道吗？以后别管我叫妈，要现在我就要问问妈，我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嗨，您这会儿才想起来呀，啊？谁说的有毒垃圾？哪有毒，啊？这实在是回收不了了，这个。哎哎，你那时候不是这样吗？我跟你不一样。你我什么垃圾这那的，我也不问，垃圾桶我也不说。不是，我就知道我不是顺产。对对对对，他是那个剖腹产的。对，因为说什么呢？剖腹产吗？你才是那个呢，那剖腹产，剖腹产。哦，东北有口音，东北我们这嘎就是说剖腹产的。那你要那么说，应该是剖腹产的，没错。那是正经东北的口音，知道不？你别管这，废话了，剖腹产。对了，剖腹产的。对，哎，而且他生出来之后，他爸异常的珍惜。嗯，啊，就这么一个小宝贝儿。对，您有点小去了，那个啊，怎么比划呢？那个，这小孩就这么一大个呀，这么大的啊！哈，请大师来给起名。大师端详了半个小时，给出了八个字的。哪八个字？奇丑无比，不易其名。这大师说相声的吧？这是不是？告辞，哎，你赶紧走啊！这哪有提这八个字的呀？当时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孩子长大了是错不了嘛。上小学时候，你展现出人优秀的一面。我有自己的好的地方。对了，嗯，小学时候班会一说表演个节目，准有人讲。必须的啊，你个必须。哎，对，东北必须的嘛，带颤音儿的，对不对？那老师一点名，看，嗯，这个李雷唱个歌，李雷韩梅梅。跳个舞，这黄金搭档，这是郎和岩，我银枪伺候。哎，别的呀，表演节目，人家唱歌跳舞，我来不了。对对，老师后来后悔。哎，对对，郎和岩来不了这个，对，他没有脖子。哦，对对对，老师，这跟那没关系啊，就来别表演节目啊，咱不能要性命，对，换一个，对对不对？胸口碎大，那以后怎么推胸致富的呢？哎，我发现郎爷你今天挺机智啊，今天盒饭吃多了挺睿智的样子，没有胸口碎大石，这个是不是表演节目啊？对，反正这些东西人慢慢都厉害啊，强项。但是你要说学习完了，哎，怎么了？对，文化课这不行，一考试对他来说就是让他知道班里一共有多少人，合着我是最后一名。每次考完试老师都温柔地跟他说，啊，把你爸给我走来，都这样。这是一个东北老师，是不是？他一说找他爸，他的劲儿来了，嗯，一拍胸脯，有事冲我来，别吓唬我爸，我还替我爸扛着呢。这个，啊，老师，你看嘚瑟嘚，你爸一会儿来，我给你头发给你薅没了。我打小就是秃子呀，真就这样的啊。他爸来了，老师，你看，老师怎么了？你看看你儿子考的，语文12分，数学0分。哎呀，他爸爸生气，郎和岩，哎，这是你考的，是语文12，数学0分，你有点偏科啊。我爸缺心眼儿吧？啊，老师放心吧，今晚我回家要二胎去。哎，对，不，这就不要我了，我走了。等会儿，好家伙，怎么还提了这裤子就走了？这个，这是怕在这儿止不住啊。哎，对。怎么这干嘛呢？这是老师，就是说因为他学习不好，啊，他爸妈总打架，跟我两口子打得噼里扑隆的，什么打到一块儿，这也出手是吗？啊，他爸爸来了一个猴子偷桃，他妈来一个双龙出海，这俩人这招怎么拆出来的？这是可能使反了。反正就打到一块儿了，真是后来真打急了，他们给他妈真打急了。行行，老狼，嗯，你这样对我，我妈还真这么叫我爸。行，你这样对我，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嗯，说完拿起一瓶敌敌畏来，啊，知道，打开这个塞儿，
张嘴。哎，惯我呀！他爸爸都吓坏了，一把就给抢过来了。你干什么？就是的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你听听，半瓶够了。对，没有。你留着半瓶给二胎呀？哎，不行，万一也像他这个揍性呢？那您就甭要这个了，俩人抢来抢去都为弄死我呀。你爸妈打了一辈子为什么不离婚？那是疼我。因为谁也不想要你的抚养权。您几位别听他胡说，我们那老头老太太疼我着呢，他是杜撰的，这都是撰的，我哪有那么多杜撰什么撰啊。确实，我来这疼他，我也知道。对，他爸爸疼他就跟疼亲儿子一样。您听听，不像话啊，压根儿也是亲生的。就是疼跟就是比一般家长都疼，过之而无不及。每天啊，就是甭管刮风下雨，他爸爸送他上学放学，有接有送。对了，有一次啪，八级大风，九级雷暴，十级阵雨，这是哥斯拉要来了是怎么？啊，一般的家长都这天别让孩子去了啊，再淋着再刮跑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他爸爸说不行，今天就算下刀子，我也背着你去。对，拿我当案板了是吧？不是，背着也得上学，你得保护着我去。对，就那样。有一次下的特别大的大雨，他爸爸接他去，哎，就带了一把伞。这时候看出父爱的伟大。怎么了？啊，这样，他爸爸。拿一把伞，儿子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你占我便宜，这玩意儿，你还演不演你？你占我什么便宜你、啊？对，我这人就是职业病，习惯了。儿子，哎，冲那边，儿子。爸爸抱抱。哎呀，现在这是真下本儿啊。哎，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我来东北我一直洁身自好的。开玩笑了，这是够下本的。那个就是我自个儿表演啊。哎，你早应该自己来啊。拿着啊，儿子就一把伞，来，这伞给你，你打伞。爸爸你呢？啊，我打车。没听说过，让我打伞，我爸爸打车。打车，呲哇哒。这车是呲出来的，是怎么？那时候哪像现在啊，一挥手来了一辆什么劳斯莱斯大车什么的。嚯，那也够大气的。那时候都自行车。嗯。他爸爸骑着大二八自行车。我爸骑二八。对了，儿子上车。哦。他往车一坐，坐好了，他爸爸一个，哎。哎，再瞧他，哎。怎么栽泥里去了？多新鲜！那后边有，您就别空手道了。这个、哎，赶紧给他拔出来，把他那光头栽里边了。我没头发，水跟泥还糊得严严实实的。往出拔他，才给他拔出来。拿我当萝卜了啊！拔出来，哎，他这哇哇哭，哭，他爸哭，你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我这棒棒糖呢？哎，掏出一棒棒糖，哎，老哎，等会儿，兄弟，我已经不想哭了，我就想问你，你别忍着啊！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也没喷着，我就想问你，这个棒棒糖这个从哪儿拔出来的？屁兜，屁兜啊，屁兜怎么会？下雨啊，多少带点水音儿。带点水音儿吗？这屁兜还存水，多新牛仔裤，它合理，越招水越紧。嗯啊，哎，儿子，你看棒棒糖，张嘴。哎呦，哎，你看他不哭了。我说老师让我来银枪伺候呢。我过来，来，坐这儿，坐好了，坐好了吗？别骗腿了，来个掏裆。好嘛，不骗腿掏裆。对了，那怎么骑呀？你骑左手把好把，右手把大梁，刹车脚点地，下雨算个屁哟、哦！嗷嗷蹬啊！
蹬得真快还。对，那时候你别看狼和眼小，但是他可不缺心眼，是多新鲜他。不是，就说人家聪明啊，怎么了？知道了，爸爸在前面蹬着车子被雨淋着，赶紧他想举这伞啊，给爸爸也打着点，就这一把。但是他那时候个矮，比现在也就高一头，是，不像话啊！我还抽抽了是吗？比现在矮一头啊，矮一头够不着啊，够不着，脚下一蹬坏了，怎么了？脚啊插到这个车轱辘里去了，哟，疼的他都不敢喊，嘿，怎么不喊呢？你喊棒棒糖不掉了吗？早晚我也是糖尿病，我知道吧？对，随你爹。得亏我爹眼神还不错，偶尔也颤抖。这是病啊，你得治啊。行了，说不说？讨厌的。说什么呀都？对，就说棒棒糖嘛。啊，对对对，快点，这挺甜的啊。对不对？疼他不敢喊，但他爸爸感觉到了啊，是啊，蹬着蹬着怎么蹬不动了？这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站起来蹬。对，嚯、啊，这是亲爹吗？这个发现的时候他都休克了，这都病成这样了，腿磨到大胯，那就没腿了。那个他爸爸一看这怎么办？赶紧往医院走吧，上医院吧，对不对？心里边着急呀、啊，出事儿了，怎么了？前面有一个大水沟啊，没瞧清楚。哟，说是迟，那是快，车子可就过去了啊。但是他爸爸身手灵巧，一个后空翻，转体两天半。对，哎哎，转体两天半呢，下来了，没那么夸张，多少？顶多两周半，两周十四天半。对，哎。七天一周那周啊，那不饿死了吗？废话了，受得了吗？就两圈半。对，两圈半，哎，落下来了啊！再瞧他跟车掉沟里了。哟，他爸这，哎，这孩子怎么不下来呀？我都没腿了，我怎么下来？哎呦，真是的，赶紧吧，一个前空翻，两天半再翻就。就别往前翻了，捞他呀！啊，捞，就捞他。路人们一看呢，这人掉里边，赶紧下来也帮着捞，一边捞啊，一边劝他爸爸。怎么劝的？先捞孩子。对。我爸爸捞车呢，他爸爸车租的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您这可以了，您这是这都真事儿？谁说是真事儿了？这是我没拦着您，不代表我不恼您，您知道吗？这打台上来上这说的，这都是人话吗？啊，您让各位听听，哪个父母哪个爹妈这么对孩子呀？不是怎么了？你到这儿了，你这气焰嚣张，你羡慕嫉妒你还是恨我呀？主要是后者。张鹤伦，你是不是没爹呀？没妈，你是不是没家呀？啊，太好了，今儿咱在这儿来一回，咱找找2019张鹤伦寻爹哈尔滨站。因为我们昨天在邯郸没有找到，所以我们特地来到贵宝地，看看有没有想当张鹤伦爹的。哎呦，你看这一楼这是熙熙攘攘，二楼有没有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二楼人更多了，你看那边那个摄像大哥。干什么？什么妈妈爱我呀？你收拾吧啊！还妈妈爱我呢？干什么？上话吗？能不能聊天了还？谁跟你聊啊？这寻爹专场啊！今天是第11站吧？好好聊，我这不说两句话，怎么还生气了？废话，还掉脸了，你看见没有？那谁，伯父给他一正脸。好好的。没有你这样的，这个聊天我主要羡慕嫉妒恨您嘛。您呐，您这没有这样。生在蜜罐里的孩子，我北京长大的，真的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啊。那顶在头上怕吓着，含在嘴里怕咽了。对，孩子都我还是棒棒糖啊，这是怎么就棒棒糖了呢？含到嘴里是怕化了，怕化了，真是那样的。要星星不敢给猴子，对，老词儿，动物园啊。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我们那时候，我东北孩子呀，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多惨啊，要什么都没什么。不是，过年了，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我过年了，我这鞋都坏了，你给我冻脚。我妈冻脚啊，等开春就好了。知足吧，遇见我爸你都没腿了，还要鞋干什么事呢？说的是你。还真是啊，说气人。但是我们东北孩子，我跟你说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哎，要什么就像什么。不是这您又说对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怎么？哎、东北孩子，你就比方说，妈妈，我要冰棍儿，看叫小冰棍儿，回家去。哦，这么个要什么像什么。对，妈妈，我要糖葫芦，看叫像糖葫芦，
长得这死叔跟你爹一样样。妈妈妈，我要变形金刚。看你长得像变形金刚，头上没毛，还像变形金刚呢。嘿，妈妈妈，我要塞巴斯蒂安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签名版的限量款的雪地靴。我看你长得像啊，这什么？没听见呢？什么玩意儿？塞巴斯蒂安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签名版的限量款的雪地靴。这我哎，来，东北孩子不要这个。啊？东北孩子怎么不要这个？东北孩子就不要这个。东北孩子冬天就穿雪地靴。哎，我们就不穿。为什么？因为开春了。